人家把姿态留了一大把。马先生老师，我一看，哎呦，哦，他没有华丽耶，那么长，比我的还长哦。但是他是往地上射的，奇怪，他怎么会往两边呢？他为什么往地呢？地有什么好呢？你那个长要长往两边，回去把它刮掉，叫它往两边长。这个很奇怪呢。我告诉你哦，师兄不是这里长哦，不是这个脖子在长，不应该长的地方也长。好，不要又动了，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因为讲下去的话，你们就知道长在哪里。啊，这个是天生异象，这个天生异象啊，一般来讲起来，就是自己本身修行到有一个成就以后，它会产生出来。啊，有异象，那五百罗汉呢，它就是天生异象。啊，五百罗汉的每一个姿势啊，你看起来都很丑，但是呢，每一个罗汉都有气质。你看罗汉变都是很啊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很潇洒的、英俊的，像神仙一样的，迷死人的啊！那些看到都是通晕倒的，连老太婆都发抖。不是的。天生啊，这个老师说他的魅力啊，像五百罗汉，每一个都长得很丑，但是每一个他有天生的这种魅力，你一看了久了就是哎呦，就是不同凡响，然后不同他的这个形态啊，怎么样子都不一样。今天你相应了，你只要你跟本尊相应，你会产生这个你的这个法。跟你的这个魅力出来，另外呢，你的指示会让所有众生跟着你转，会让所有的众生他会跟着你转。这个心里面放光啊，然后用剩下的什么样？这个五肉跟五肝木做内供跟外供。啊，这个是跟所有的众生结缘做供养，不管你供的是诸天，供的是鬼神众，供的是众生，都是跟所有的众生结缘。啊，这个是一个要旨，很重要的。那么你度众生呢，众生自然就会跟着你，所有的众生都会跟着你，因为你本身来讲跟所有的众生结缘，众生本身都得到你的供养，那么众生也得到你的这个甘露啊，众生都得到你的法位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你本身呢就提升你自己，那么敬爱这个怀法，你就得到了很大的感应跟相应。先谈这个作名佛母如何做他的这个怀法敬爱法是怎么样子的啊，这个很简单的，我跟你讲了他的指示印，他的指示印就是比一只指示印，就是这样子的啊，拿弓射箭，也有射箭就是他的指示印，这个就是口诀嘛。你们问我说：“哎，做你佛母怎么做法？”就是比他的指示印，他的指示印就这样。当你自己跟做你佛母合一的时候，你的弓跟箭提起来做射箭式，就是他的指示印，这个就是指示印。那么把对方把你这个啊。对方观想在这个箭的前方，观想在箭的前方，你放弓，你放下去，箭就射出去啊，射中他的心。那么这个箭呢、啊，还有带锁的，你把这个他的这个金刚锁观想在箭尾带锁，然后把它拉回来，
个弟子问他，师尊啊，你把对方拉回来干什么？难道我还要我教你吗？他摸摸头，他摸摸他的头，你把对方拉回来做什么？我还教你干什么？难道你不会啊？很简单的，给他一起。很简单啊，拿回来就是轮他kiss， OK， 我讲话都是很直的哦，我不要打他头脚，啊，抱住他，给他 kiss， OK， 看看五分钟、十分钟都可以。做完这个法以后啊，你就念了 ，Om Guru Sri Soha， 做这样子的观想。那只是一种很奇怪，以前老师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观想对方出现，放箭射中他的心，用这个金刚锁勾回来，然后就是不用教了，然后就是念 Om Guru Guru Sri Soha， Om Guru Guru Sri Soha， Om Guru Guru Sri Soha， 也是一样的，108遍。这是第一个，兼顾你的观想，兼顾你自己本身的想念，包括兼顾你自己跟兼顾对方，互相的，这是一个互相。再来，有金刚勾念，啊，金刚勾，金刚勾就是那个这个优婆罗花啊，优婆罗花。他的手拿着金刚钩的，也是观想对方，这一勾啊，就勾住他的脖子，啊，也是拉回来，啊，拉回来干什么呢？啊，我也不动了，不要再讲了，来念咒，嗡咕噜咕噜，所以说哈，这是专对个人，这是静态法，啊，这个我看到那个。灵印上师啊，笑得很开心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法和尚不可以用的。他听不懂的，听不懂台语啊，他是那个哈尔滨，哈尔滨人，他讲话是简直。啊，他这个哪里接？吃饭没有？吃饭你不知道我用吗？啊，你不可以乱做法的，这个不可以的，这个是犯戒的。啊，那上次登霄他讲了一个诗啊，我连一上次就讲说。你犯戒，你犯戒，你犯戒，记得啊，这个就是你做这个法，就是你犯戒。